生活自卑，让心更自由。生命电视和你一起吃素念佛，放生电灯之舟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药骗三千，一盏灯万种心，天天燃灯供佛，更点亮自信光明灯。欢迎随喜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-3858，5032-3858，户名台湾燃灯功德会。揭谛娑婆。
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，就是要弘法利生，弘扬正法，利益众生。生命电视台秉持佛陀弘法利生的原则，而不断地在运转，透过各种的管道，包括卫星、电脑，不断地在推动保护生命、弘扬佛法的工作。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加入生命电视台的护台功德组，每年10000元台币或每个月1000块，不断地来护持，不断地来推动佛法。感恩各位，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成就一切诸善法，弘扬佛陀般若智。划拨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